然后付你要付这里要几万块。是没错。啊，你说这个有电影院？我没有说这里有电影院。这里没有电影院，我以为饭店有电影院，那也是很酷。太假巴了。去微秀就好了，干嘛要电影？哦，是哦。啊，你说下面是商场，还是也不是？也不是。都是我的幻觉啊。哇，你要来。